黎卓新为大家睇天气。本港今日日间大致天晴，下昼炎热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1度或者以上。转下11点钟气温系25度，相对湿度57%。强烈季候风信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。咁天气先生，听日天气点啦？大致天晴，早晚比较凉，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22度，日间非常干燥，最高气温大约28度。而最后几日大致天晴，日夜的温差比较大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气，广州、澳门天晴，厦门多云，台北落雨，上海多云，北京天晴，首尔落雨，东京落雨，巴厘岛落雨，雅加达落雨，新加坡吉隆坡雷暴，曼谷胡志明市雷暴，马尼拉天晴，墨尔本天晴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骤雨，奥克兰多云，惠灵顿大风，温哥华天晴，三藩市多云，洛杉矶有雾，纽约天晴，多伦多明朗，芝加哥天晴，罗马落雨，苏黎世、巴黎骤雨，法兰克福明朗，伦敦天晴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气讲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